观众朋友，今日过后我放首看福起来嘅阿明姑刘浩明，恭喜我哋客家人吼，佢好做嘅太轻松，而用嘅一种方法叫做南洋，一种南洋系用嚟等太自然嘅染料去做嘅。听我哋屏东人嘅丰田国潮，也比全国好南洋嘅时尚，而唔单止对我哋传统嘅南洋嘅技法里边发展嘅轨道嘅作品，同时嘛，把一个技术带入我哋山区里边。我哋今日又唱到系我哋丰田国潮嘅一个时尚，有啲分享讲，而系要把南洋一个客家文化带入我哋山区里边。首先，我哋又唱到我哋天台里边，我哋唱陈勇先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人丰田国小的先生唱菜肉好，同时还有我们的总秋兵秋兵先生来到现场。秋兵先生好。大家好，我是丰田国小的秋兵先生。好，现在同仁讲一下你在丰田国小的一些植物啦，然后你搞什么的。秋兵先生开始了吗？到丰田国小应该迈入第13年。哦，第十三年。对，虽然自己也在长治乡了哈，应该开始种植，但是我住在闽南村。但到丰田国小之后，就是当时的校长希望我可以发展客庄的美术，那美术的东西有很多可以延伸，是到最近两三年就带着学校的老师先玩一个染染社群，大家会了之后再带到课程里面让小朋友一起玩这样子。哥，问题是说你以前能够算过还学美术啊美工之类的，问题以前有学过染染吗？染染的部分没有，但是染布的课程有修过一年的课，所以包含绢印的印刷几乎所有都试过，就唯独这一项没有玩过。技术的部分没问题了哈，这都跟技术的跟编发的部分，但是染染的部分都提拔读过。但是问题是以前哈，譬如讲啊，等去学嘅都，譬如讲染布的时间，大部分一做起来用化学的啦。啊，但是我哋的染染其实更加已经进步到讲希望用最最天然的嘅来做嘅。我相信观众朋友我们讲，化学的染料同太自然的染料差在哪呀？应该是说早期的染染是兴盛的嘛，可是后来化学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到了成衣发展之后，就是几乎染染就式微了。但后来有一群艺术家为了振兴这个染染，所以开始推广啊，我也是去参加这样的课程才接触的染染。但是我觉得染染除了传统的客家人染衫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延伸的，所以我才去学这一项针对染染在精进这样子。真是不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说以前从我们比如说到太金山啦，没有那个贵多山，我全部都用染染来做嘛，但是后来真的都因为化学的染料够便宜，同时有问题先有人说也没有过，但是过程慢慢的吃染的染料都没用的。但是我们现在用染不下来，但是陈勇先生你现在是在丰田国小担任什么职务？我现在我一次以来在丰田国小都是做陶瓷代办，我带一班去，因为我有参加一下学会的向你曾经是教好的计划，所以我带一班去的学生都一次以来，因为参加也计划，所以都会听我的课程地背，讲伊也着有关客家文化元素，进到我的课程地背安尼。嗰时候希望讲，真的在课程地背可以帮我们最彩体的一种文化精神表现了。但是嗰时间嘛，可以上到讲有帮个用色的啦，吼米奇木啦、棉花板啦，跟我上到讲睇染料一部分，又喺染染一部分来把带进我的课程地背咯。因为当然我的课程设计是嗰度变化啦，像主持人头都讲到的，色的部分，好嘛，还有本学生的体验去甲做班的呀，不过因为拄好都系俺的学校的有安利好的同事，嘿，伊拄好对啊南洋有研究，吼，俺又想讲，一般学生诶较无机会接触到一种南洋，所以俺如同秋兵老师合作，想讲俺们每摆带学生诶时节都会做一两个所班服，嘿，一般诶俺们咧。班服都是拿去买，穿用大家穿用用什嘛？啊，如想讲，假如结合俺的秋兵老师也会专长，同也会南洋呢，同俺的学生要做个班服结合在一起。啊，如想讲，学生个是作为南洋的班服，俺的全班的小朋友做风雨了，如佮有俺的又可以本身也体验到也会客家文化，啊又。
佮有安尼活泼朝气的感觉。而且这家做的板斧吼，我感同认同感无多。那秋冰市场想请问一下哦，因为想讲把南洋带去福建一件事情。伊个伊还没有步骤的，比如讲，你先搞台面，先搞线上，还有嘛，那用线上去推广本生意呢？他一步骤按样做，按样做咯。就是学校呢，教育局这边会希望学校都有成立，就是教师专业社群。其实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停留在学科，国语、数学的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老师的压力也蛮大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成立这种有点像纾压性质的。课程在老师的教学压力之下，可以让老师体验。所以我们的社群成立之初就是用染布这个课程，只是说第一年没有染布染那么多，是植物性的。第二年就是开始针对染染延伸。那刚刚老师谈到的就是班服的部分，其实有一个出发点是，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的班服都是有印制的，可能他这个班读完了他就不会再穿了。可是我们这个活动会发现，小朋友平常也会穿。出门也会穿，我觉得这个衣服做起来就有价值了。没错，没错。可是也是一铺一铺来的，然后一铺分，第一部分都讲听爱的呢，欣赏一部分，也三群一部分，他以前有兴趣，好、真的没错了。也看后来都唔像一个很严肃的学科，至少系一个过快乐，好，每等于有自家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但是，欣赏嘅部分有讲爱学到另外长度冇？不用啦，就是喜欢，而且。我们是希望有空的老师都可以来，虽然社群成立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是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体验。所以其实，在我们丰田国小，几乎每个老师都有一件自己染的 T 恤。后来教本线上以后，线上能转去办方教本这家生意的吗？还是讲教本生意呢？还是球迷线上？还是我？但是他们就可以成为助教的角色。助教的流程，老师们都很清楚了，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班级来染布，其实老师都是助教的角色，我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教小朋友。刚刚你对社群已经成立都应该差不多一久了，三年，第三年。可是第一年的时间，我有大部分是线上体验习吧？对，就是我们会利用时间，就是喜欢的老师，我就一起让他们体验。因为其实我能讲，其实佮佮嗰度染布的部分啊，吼，有的其实除了染染以外啦，因为其实嗰度做起，我拿嗰度树皮啊，拿去煮啦，买个洋葱皮啦，买个好买个皮，一部分的内容有包括在里边。像我们这个呈现中间这一个就是用敲的，嘿，敲染，对对，它这个也是。然后下面那个就刚主持人刚刚说洋葱。哦，古树绿色跟黄色都是洋葱哦。系啊，古树等于讲，像我哋染布一件事情，带去学校直播去时，我同学生讲，以前我哋睇见什么历史嘛？会啊，而且还有它的造型，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实不太认识蓝衫，以我们学校小朋友来说，因为古树不是，而且现在他们穿的表演的衣服也都是改良式的蓝衫了，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也有传统的。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拿出来说，以前的人真的是从一块白色的布到蓝色，只是现在因为大时代不一样，没有错，可直接买蓝色的布了。对。可是安妮发小朋友会相信吗？那个颜色那么好看？会啦会啦，其实把那个历史脉络讲清楚，小朋友都很能够理解，他才会珍惜这项文化。没错，跟我们也采用线上，因为其实吼，像同多人讲咯。更加都几少看到睇见啥物啊？佮现场我佮小朋友我讲，老师你教那个我们又没有看过，阿婆也不穿，那怎么办？因为其实有几多我哋以前讲啊客家文化，其实慢慢的听我哋咧成翻地步，尤其系很女仆诶，哦，我们很女仆，其实有时间我哋工人过节都冇安尼嘅种气氛咧。可是按样我同声音嚟讲，我就像秋平先生讲诶，安尼先吞。也要太近三个，也要历史脉络搞比人嘛。啊，不过我提转发，会帮他转化讲，虽然阿年更加嗰时候看到人做阿年以前跳摆，阿公阿婆来做个阿年也要太近三。啊，不过更加阿年又还是利用也要南洋的技术，好提转化成阿年更加现代阿年会做个，譬如讲生意不是会做个 T 恤啦，嘿。啊，阿年虽然三副的样式冇强用。哎，俺讲俺呐还是继续囤下位南洋的技术，因为伊是天然的嘛，天然的，俺能提保存下来。啊，俺能今仔呢上课入来囤秋冰老师学习，下位染染的这个技法，囤
团衣呢运用到我们更加要做在板幅上面。嘿，真是好，有的我东西都变成讲，我们可能以唔会做以前的那些衫裤的啦。但是以前的技术，好，以前古早年的一种织法，其实还是停顿时代可以有的改变。比如像头先前张讲的，你可以给它变成羊 T 恤啊。好，以前是羊太给太紧衫嘛，更是没办法。以前的衫裤乱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个，比如讲能两米做个衫裤，一的衬衫，好，一的诶，一的可以讲的，一的算是羊服式，羊服式的，但是可以透过蓝羊的技术。好，你可以染到诶，不用你咪讲诶，也平常时嘛可以做，出去嘛可以做。好，咁像我哋一啲技术来讲嘅话，对生意来讲，以为会不了，哇，不容易理解嘛。其实不会，应该是说我们学校小朋友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会安排不同年级，他在毕业之前一定会来体验过这个课程。所以像刚刚老师谈到了班服之外，我们也有水壶袋啊、便当袋啊、书袋。哦，就是不会只有班服，对，我用我眼界，以搞的东西都循序渐进的，慢慢的上去。但以最慢的时间，如果有两三副吗？对，五六年级应该是说看老师啦。但如果没有班服，至少他们有染过袋子啊。虽然讲啊，等传统啊客家文化，今天听啊人客家生活地步已经慢慢的消失下来，但是透过我们用心的保存，还是可以把一些资历留下来。休息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外国多国精彩内容哦。欢迎回来，福气来耶！上台节目来自我的屏东人冯天国社会中秋兵先生，还有我的苍彩玉先生，来到我的现场同你分享讲，当初很勇的把我的南洋带入我的客家文化的课堂里边。我想问一下秋兵先生，因为其实我相信我看到人家我的那观众朋友一直在问讲，我一到按讲的东西就是按用的音音出来咯。但是还没同我的观众朋友太有成功一下讲，一般南洋来讲的话，然后应该讲音部来讲的话，有嘛个技术？什么怎样的技法？其实大部分的人学染染技法都差不多啦，要么就是线啊、橡皮筋，对，然后还有缝针。只是小朋友的部分可能就没有给他们那么难的，就会停留在线跟橡皮筋的部分，就是绑啦，或者是折造型然后再去用染出来，对，就是针线的工就比较细。比方说，现在你想要染一朵桐花，你可以在布上面先画出一个桐花的图案。那你再用平针缝的方式把那个造型缝出来之后，再把不要被染到的地方再做防染的动作，然后染其他地方，然后到时候打开的时候就会是一朵那个桐花了。哦，等于如果其实染布一的管染，如果你这个唔好被染到的，好，如果可能用的保护方来，用布的麻方来，无论用胶，像我哋讲有的会印泥的东西，用蜡给它封起来。噶，我哋讲用橡皮筋用用咯。橡皮筋就是取代线呐、啊，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哈，其实对线很陌生，所以现在老师为了要让小朋友顺利上手，都会开发橡皮筋替代线的课程。比方说把它绑起来的地方绑紧了，到时候拆开那边就一条白色的线。哦，都变成个以塌痕的地方染料个唔容易入去，嗰时都变成个疤。但是问题系讲，我用线抹入用橡皮筋塌出来个地方，形状就没有办法被固定，对不对？对，但是针线就是你可以控制啊。嘿，对，但是抹方法控制也要行，但是有时候都讲。对，就是应该这个就是染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期待开奖的那一刻。但是我如果感觉到讲，刚你就要讲，譬如讲，用橡皮筋啦、啊，或者用线，于是它出来的这种线呢，没办法固定。但是啊，可能也可以对称呢。对，要用什么呢？那个就是用板子夹的，所以这个像以这一块作品来说，这个地方就是用橡皮筋。直接绑用烫的咧，好的，看得出来嘿。对，然后这个花的固定呐、啊，然后这个花的部分呢，就是像我们在课程里面就会引导小朋友分处的时候，他要怎么去折，折完之后再用有形状的板子把它夹起来，固定之后只染没有夹到的地方。等一下，你头先讲过，所以你咧分处的时候，对，分处的时候，几分之几的时候，所以它的花瓣，因为一扎一半，扎一下都一半了嘛，就二分之一，然后四分之一，
哦，等于讲也看风来过讲的，伊的法底杯其实吧有舒服的原理在里面。好黑暗的意思哦。对，不然你其实小朋友会觉得很难懂，但是他们如果数学懂了之后，其他可以折出更复杂，甚至不要是二四六，也可以五或者是七。哦，故事等于如果诶，除了要用板的去提砸断了以后，还有其他的技法吗？这个我要特别介绍的，像这一件 T 恤是我自己开发设计的版型。好啊，上面其实有特别的是我们客家燃山的那个造型元素，对，那包含这个图案都是我自己刻的，刻的在教老师利用拔染的方式。好，拔染简单来说就是把染好的蓝色利用漂白水，对，然后像绢印的方式把漂白水固定成可以控制的，所以其实这些白色的地方是用漂白的方式把它完成。这漂白水的比例还没有调整，就是它要加一种粉，就是简单说就拔染粉，就是每一个老师喜欢的比例不太一样。嗯，对，就看每个老师的。已经拍摄过那个，对，绑了过奖的吼。对，但是如果你放太久，它是会腐蚀的、啊，因为漂白水是会腐蚀的，所以就经验。嘛，嘿哈。对，也是，对，下面的也是，对，所以这个同花图案也是啊。可是问题同花同花以压扁扁的状况没有那么的清楚呢。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社群的老师做的，就是每个人做一定有一点手做的感觉啦，不要说缺陷，就是每个老师自己做自己的，所以这是我不觉得是缺陷，因为我觉得很好看，就是跟我们老师借的，对，谢谢。哎，但是啊，你看风来，我感觉到讲，虽然讲无空的技法，好，虽然讲诶技法迷恋你做风来时，如果真是无空气，但是我想问一下。前面诶，这个版型是你打的，就是我刻的，没有给散肤啊，散没有，就是我画好请厂商做啊。哦，因为贵 T 配的也得行，因为平常的 T 恤都平的嘛。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因为很多女老师都觉得外面现成的 T 恤都太长，对，太长，对，所以我针对学校的女老师开发这个版型。可是我觉得丰田国小专属吗？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还有版权的一个一个。对。哎，相信其实做安尼衫裤，尤其伊可能有一些是腰身的感觉。对。系啊，可是其实是无简单的。但是可能前面吼有过特别头都有讲到讲，也还算是用敲染，系咪？马干到敲染。敲染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把现成的叶子拿来敲在布上面，啊，有的人会用石头啦，有的人会用锤子，只是就是说看老师们喜欢怎样的。像以这一件作品来说哈，这个应该是最近大家最熟悉，就是蝶豆花，现在最近开很多。其实这个是蝶豆花挑的，也就是说我把蝶豆花的花瓣拆开来成一片一片。那一片一片再把它敲上去，把它塑造成有点类似紫藤的那个造型。对。然后像这个绿色的部分跟这个其实是同一种叶子，是不同时间敲的，所以它就是染那个小金的叶子，也就是木兰的叶子。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把花种在我们学校里面，然后有开了我就拿来敲啦。对。哦，可是等于讲用法一般都要设身，对，尤其工艺品。对。可是唔讲起绿色黑小金。跟主管上的褐色的部分，啊，这个就是之前敲的，它会有点褪色，但它形状不会变，所以如果你不同天敲，它就会制造出不同的层次啊。刚才你刚刚讲，你做红了，嗯，但有层次感哈，而且同时都变成，讲发最甜雅的一个色，甜雅部分什么。但是问题是，你转货以后，它要上什么定色剂吗？这个部分我就没有上，因为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它是有点碰到水就会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一种叶子的话，就不一定。所以每一种植物的那个效果都不一样啊，像桌上呈现这种是柚木的叶子，它其实是不太会掉色的。哎，可是这一种就是。因为蝶豆花，你看，这样很多蝶豆花的产品嘛，它就是可以当食用植物，所以其实它是当下很美啊。如果你去洗，可能就会类似像这样子了，所以就是一种，只是让小朋友体验说，哎，植物敲染有不同的形式。不然，其实很多小朋友对于植物敲染都是只有，反正叶子敲一敲就没有。可是我希望塑造的是小朋友除了敲以外，可以有一点造型的概念这样子。而且。
可能讲超人也部分吼，如真正我本来等小朋友体验都感觉到讲，哎，其实我哋念都听下来吃不底杯，以前我哋都从吃不底杯啦、矿物啦去提取这个颜色嘛。可是你讲，你用超人里面，你就很如果相似啦，好，你讲唔系你紫色，你告诉紫色；唔系绿色，你告诉绿色。啊，不用叫一些，就变成主观色。好，可是真的如果前人马上我提到啊，原来我哋以前老古人。都吃的对吃不底杯，好提取染料来染布，好了慢慢的变成其他的形状。佮种也健康个的，先从话有一条布包啦，同个 T 恤，你很忙时在作品。其实现场这些作品 ，T 衣服是我自己平常在穿的。那包包的部分，其实我们社群的老师染好之后，我会教他们怎么去打板做好，但是缝制的部分还是我来处理，就是。车缝纫机其实我也很有兴趣，所以其实每个老师都会有一个包包，只是说他们负责染布跟裁剪布，组合的部分就我来处理这样子。对，哎、欸，陈勇先生，你水墨先生好，我躺在那边，我发现到讲，哎，原来的同事真的冇简单，因为以前讲他做一个布包哈，你讲做一个 T 恤给他算了，然后可能够简单，反正买现成的 T 恤哈，都可以的。哎，做布包，打扮一吞裁缝呢，哦，佮冇简单呢，因为打扮其实还算简单啦，去裁选，佮比几困难的，如因人个迷信茶，有的人真的都拿个棉袄呢，要佮好贵久，但是你看啦，你打扮好，有阵做好。超，佮上个人好搞，因为有呀位社群嘛，这个社群，哈娘布的社群，啊，佮所以佮多个人好搞，其实不论。色彩欣赏还是色墨的欣赏，啊，像因为色墨欣赏，大家如练习做用染这个染染来做呀布包，啊，因为米虽然个板已经是固定的，啊，其实米的人想要做个造型，啊，还有米板染出来，就像头头秋冰欣赏讲的，就像安尼开奖，一百安尼塔啊，染我一块，是染我一种塔法，啊，染红起来，如果有时间就会。出乎俺的这个意料之外啊，不过这种出乎意料是惊喜的啦，嘿啊，在囤一条粘合布拼凑在一起啊，最明俺的秋冰先生同俺的用这个裁缝车体整个把它做好，就是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在上工家长会知不知道有一个课程啊？确实还蛮多家长问的呢。对啊，我都想讲，跟我们家长的话，跟我们是女家长的话，我是爸妈的话，我就想说，哎，请问一下，我可以做一个吗？应该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任的家长会长说，我不要你们送我匾，我要你做，就是跟校长说，你请老师做一个包包。对他不要那种什么公在教育那种，是不是？对不对？一种独一无二的包包，应难得啦。可是其实吼，咱从从我看到男人其实各种用花几多心思去想吧，伊嘛真是可以替更加沙飞地步，慢慢的他个人保留下去。休息下哦，还在节目外嗰度，嗰阵才内容哦。欢迎过来，福气来耶！所以今天来自我们屏东县丰田国小的苍山玉先生，还有钟秋平先生，来到我们现场来分享讲伊的那伊的作品。我想问一下苍山玉先生哦，因为其实我们提讲，因为亚伯来南洋的伊的考场，因为伊的算是小学考场地盘，嘛设计的轨道高安嘛，哎呀，都高安地盘嘛，佮轨道系得到优点呢。佮下面同我们观众朋友收解一下讲，哎，你很用的把亚伯伊的文客家文化带入亚考场地盘，同时。设计应用的伊个教案好唔？我个教学，其实我能做陶瓷，就许几年啊，书法加沙飞，也着科目都会教。啊，因为有提做个行业曾经是教学，故说我如屯，譬如讲几年，伊啊课文底部，假使有讲到，叫个金丝亭，哈，课文底部有讲到金丝亭。啊，我如想讲，屯我个客家个文化吼，金丝，哈，精致细致安尼观念。啊，如果想要带本学生的，佮上也会带学生的啊，设计也会小书，吼、哦，如同安尼也会金丝亭，吼、哦，也会文化呢，这个图腾如带入来，带个教案底部，
哎、啊，也要小叔呢，如果带学生诶，屯秋斌老师协同教学哈，因为九年的学生诶，应用诶来挖也要小叔，用诶来来设计啊，也小叔诶内容，然后如果先带学生去查资料，如果更加最流行诶，用也要平板这个数位结合我们的课程，啊，然后去上面查资料，来了解讲。哎，俺们客家俺们传统的金狮子的文化，哎，都在迄也要金狮亭，除了金狮亭，也要名的，迄咩有配的名的，好，譬如讲有滴地方会讲升级亭啊、文笔亭安尼，俺们查资料以后，你想一来挖一来，好，啊再来呢，嘛会本学生的来查讲，哎，金狮亭也文化的文化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好，啊再来，啊，如同也着。我们客家有条客家谚语嘛，会相入来哈。因为啊，金丝亭还没有如果一本学生爱提供，我们要敬重字字，然后要恩认真读书哈。如果有屯亚威相关的这个客家谚语，如果带入来哈。啊，除了亚威带学生爱做亚威金丝亭小书以外呢，亚威会请家长带俺们的学生诶，去俺们的总条总面有金丝亭的地方。去老了啊，学生的如果去个拍介绍的样片，哎，如果太阴山带队安尼的学生的去到安尼村庄里面的静置亭啊，因呢因为要先查资料嘛，查好资料以后啊，安尼有滴学生的就变成如像一个小记者的角色，就是变成他们各种一个小记者，然后去这个去把介绍静置亭的样片拍下来啊来。上传到俺们班级的班级脸书粉丝页，俺们传送去都变得做一种作业啦。啊，不过也作业呢，如就是台年啥阵，各生年都可以共同参与亲子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好，故说因为俺高好底杯如何有融入这些各较各多编发的这个题材，故说也高好嘛曾经得到俺的哈维菲主办那个。教学模组的甄选啊，得到优等第一名啊，因为也奖金有10万元呐嘿，都感到讲，这家大一高峰呢，设计的课程又得到认同啊，这家嘛个有一种成就感啊呢。因为俺是唐凤龙啊，如果感觉到讲，原来今下高峰已经变得安度人了吼，因为唔要讲俺是死板板啦，俺背的背一本书，你从讲政治天黑嘛个也好，伊嘛个嘛个东西，唔咩呢？我生意的一千，好背的可能讲伊的标题吼，然后你就开始一千，伊咪用路方钱，反正唔见阿生意啊讲，即个无讲伊嘛，为名义打开个平板啦，按滚出嘛名义打开平板，你滚出去送一千资料，啊，你前线上要求的资料，前面以后他个人去同然后。做出来收书以后，然后带到现场地方。其实如果你讲，你这个资料查的从现场的有冇个差别？第一天的，听人讲，佮同时隔壁的迄个叫人讲，无穷样的啲人，阿婆啦，佮就伊冇可能同讲，平常很样的去好去堆金丝亭，很样的去收知识啊，冇了，一多东西其实台湾人的网络上面可能会寻到的，来最慢慢上传网络呢。上传网络，今日还没变成一个贵重要的高学的内容呀，因为上传网络以后，真实都可以被他个人看到。嗰只像安尼高安地方，线上的角色系乜嘅？线上的角色如果变咧讲，如何引导的角色，就系因为更加从平板也到数位学习啦。如等于讲，俺们屯数位的东西结合俺们国语课文的内容，然后去延伸。那老师高时呢，提下。教学嘅过程底部，如果变得讲，唔要出只题能讲答案，嘿，啊，变到讲，爱设计伊个主题，伊个任务，爱派伊呢伊个任务，啊，伊呢如提下任务底部呢，去家去请资料，啊，有时节如变得讲，嘛屯安人呢家长帮入来，向下学习，嘿，然后就是由这个亲子。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个走读庄头，去请亚威
金丝亭。也要扩场地位，真是唔单止可以讲，本来的生意可以了解客家文化，同时人家扩场地位，嘛我学习到，哎，还有嘛有一点心思是，哎，用的去亲自了。同时用去现场去比对，同时用一帮个很多东西同看看伊做的分享。佮贵州外头的邱斌是同一片，因为同我提供，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坊嘛，你讲我们个染客火房，佮当初那我用火房呀名样子。应该是说火房这个概念是我到了客庄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客家人就是有一种一起分享的感觉，所以我当初。如果讲染布社群就有点无聊，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客家人这种火房的概念带进来，所以就大家喜欢染布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我们的染布社群叫做染客火房。我又不能说，哎，难不成你知道说以前其实染布的，我们说女仆哎，龙井溪那边以前有染布，它真的就是一个火房，全部在做染布的通走。好，就是等于就是那个火房里面，其实大家都在做染布，哎，都知道。我想，哎，能不能老师知道这段历史吧？没有，不知道。哎，干这个的成亚的染布火房里边哈，有多多么困难？困难是没有了，但是就是。唯一值得比较高兴的是，其实每一个老师第一次接触之后，那个开讲的惊喜之后，让他们给我很多回馈，所以他们会一直问说：“那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或是好美哦，好美哦。”是应该是每一次上课都会听到的声音。所以其实困难是没有啦，因为也有部分是县府端的补助嘛，所以材料部分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对，只是说老师们会更珍惜，因为他到外面去上课，可能要缴更多的钱才能学到东西。其实冇唔错，今日睇学校地方都可以学到嗬。咁问题系嗬，超常当我哋攰到一个，我上心嗬，嗰种比如讲，我喺家长地方，哎，你怎么会做这个啊？这个我就打电话给学校，我说，哎，请问一下，这个家长可以上吗？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用安尼一啲技术啦，嗬，甚至讲你的一啲心得，啊，有相关去团的呢，啊，你讲客庄嘅沙琪做分享。哎，社区的部分比较多，我都是在学校端，就是其实有蛮多学校都邀请我去教小朋友，或者是教师研习，所以其实有去过蛮多客庄学校或是非客庄学校。那最近几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些学校都办了国际教育，所以都会有台大的或者是屏科大的外籍生来跟小朋友学英文之外，学校都请我去安排一堂染染的课程，让外国人也体验这个染染。所以其实后来我的染染发展成我必须要会一点英文，除了会讲客家话之外，要介绍给外国人讲，所以开始把有点像染染国际化这样子，跟外国人讲英文，教他们染染。蒙州，蒙州。而且其实哈，我们胸口就胸口都老师一个小书啊，你也可以出一个染染小书。然后因为你看，你给他们染是阿公英文啊，因为你给他有很多新住民朋友啊，比如越南文啊、泰文啊，哎，说不定还有没接到阿那些朋友给种学生哎，等于讲他，你都到时候那个染染小书给你，然后我们就照着步骤一，对，步骤一步骤二一说，可是胸口的腿共下来哈，是你当初有想到的这样的今天的成果吗？其实国际教育这一块是后来才发现，大家觉得，因为应该说客庄学校很多都是办内啦，或是吃东西，觉得外国人吃完可能就没了。可是他们后来为什么那么多学校邀请我？就是他们觉得可以带一个东西回到他的国家去，或是回到他们学校去跟人家分享，啊，食物可能当下就没有了。我们知道，对，所以这个是后来意想不到，说，哎，我带老师们玩到后来。要接轨国际是后来之前都没有想过的，也没想到过，哎，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没想到未来还可以为国争光。刚在节目的最末了哈，邱斌先生有嘛个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吗？哎，就是未来的规划部分，就是其实染染全台湾有很多老师在玩，其实大部分都停留在坊间体验或是衣服。那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是美术老师，所以。其实很多外面的课程带的都是现成的版型，好像这个昌黎池的图腾是我刻的嘛，它是这个技术是我要教给小朋友，就是说他们未来可以自己设计自己专属的 logo 或图腾，让他们可以弄在他们的衣服上面，这是我想要未来开发的一个课程之一。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丰田在地的丘斯普，就是像这个染缸，是他们像彩玉老师班上或其他我们学校小朋友去斗读装头都会看到的啊，那个
降刚啊，所以其实也是图腾的一部分。所以未来就是我的课程里面就会让小朋友也是一样从在地出发，已经不是只有走读装头，是回来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染染的作品。就是不要好像外面的课程就是染一块布然后就开心的回家了，我希望这样的课程是可以延续下去的，然后做出属于专属自己的这个部分。跟陈勇先生呢，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我都继续爱也十公人以来，我做的行业曾经是教好哈。啊，如继续同我的课程，再加入更多不同的元素，本学生的也要学习经验有更多元不同的变化呢。有人讲啊，那客家文化是一代古老文化，但是古老文化底部加上用新的创意，还有新的技术，嘛可以提起它的社会底部，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我等今日个感谢两位来现场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再听下你欣赏来，听下运通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